这个活动，因为我们北埔吼在地还没有妈祖来绕境过吼，希望借这个机会吼推广我们北埔的农产品以及在地的商家，希望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北埔有多少优质的农产品以及店家，希望大家吼能够常来我们北埔游玩来消费。北港妈祖吼第一次到北埔了吼可以带给大家吼保佑大家福气满满吼阖家平安。当然吼这次的活动内容吼很丰富了吼这次比较特别就是吼我们现场刮杯了吼刮五杯以上吼就会当吼来参加吼第一名吼会当得到吼黄金妈祖。当然吼北港妈祖出门吼拢受到吼大家吼地方热情的邀很热情很热情吼来欢迎吼北港嘛吼所以呢嘛特别吼有安排吼我们所有游客所有信众吼会当来认叫他，会当得到吼实质上的保佑